运气，霜雪不完悲与喜，飞花醉将断戈壁，秋处茅庐青色不可及，鸿鹄展翅苍茫只须臾，无所谓明歌错纵不惧，破天际渐渐此刻谜题，起落困境里蜕变出浩瀚勇气，不忘江湖路上历练成龙侠义，年华一下便是定西高歌行万里，少年梦逐乱如城，云长心镌刻年轮，年华回赠与伤痕，敢闯荡才算人生，方寸剑棱角激扬青春，擦拭我岁月风刃，醒来，还是沉浸在这场大梦之中？我想活在你永远存在的世界里。我等了很久，就是为了这一天。傻瓜，我已经死了，在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我了。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大梦，死后才是大局，我们终有一天会再相逢，但不是今天。你该醒了。不，我不要醒，喝了孟婆汤，醒来所有的事情都会遗忘，然后那一天是新的开始，多好啊。我曾经也是那么想的，但当我再次见到你，我不想醒来。这个世上有一个百里洞君，没有一个百里洞君，并没有那么重要。不要说那些任性的话。生是大梦，死是大局。我希望你不要后悔。劝我不要后悔，你可知这些年我一直都在后悔。我没有忘记，为什么我全部都记得？难道传说是假的？师父，师父，唐莲，你怎么会知道如何来这里的？是三师尊告诉我的。师父，现在情况紧急，萧瑟他们可能会有危险。萧瑟，你是说那日来雪月城那个萧楚河？哦，他想医治自己的损脉。对，可是墨衣，墨衣入魔了，入了鬼仙境。我本来想替他去魔，可是他却先骗我喝下了这杯孟婆汤。他入魔了，那我们现在必须得立刻赶过去。除了萧瑟，还有千洛、雷家堡的雷无杰、叶将军的女儿叶若依都还在外面呢。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就你们几个人也敢来这里？弟子唐突了。师父，这是谁弄的？墨衣吗？是。几块破石头就把你拦住了，真是没用的徒弟。的确是弟子没用，真是石头一样的徒弟，开不起玩笑。干什么？走了。哦。
找到了吗？没有。期限已到，我来取我想要的东西。你要什么东西？你。我。就是你。